大家好，我是农民收入的家老刘徒弟啊，小刘。我们这里下去的时候看到这个好大的别墅，我们过去看看有没有在家。来吧，哎呀，这么大个别墅，是你家的吗？对，别墅很好，可以去了。80多家，那可不贵啊。哦，我们是收那个老物件的，你们这个家里有没有什么老物件啊？估计个古董就说了。宝贝啊，这个东西，你看，修了个走动大怪啊，看你这个，看这怎么个，怎么的家？这有多少颗啊？不能100多颗嘞，这是一些绿松石的。这里你要多少钱才卖呢？5万，起码1万。别说这，你这房子修的这么大，口气这么大呗，这个生意做不成了，那就。你给的好不得嘞。这个有些老板，这价格嘞。有些老板这个东西就便宜卖呗，没啥用。你去找这件，这个，看这个1000块钱，来加，来加的，1000块钱就可以了，全部这些，只可以讲1200块钱，这么大个老板，你看你房子修这么大，你这个你便宜点卖了吗？我的了，你跟连啥好都给得了，连啥好都给得了，我们肯定赚了，不赚我不会买了，对不对？这个东西是要收，老不要，我这些块的我都要，木块都得你还加1000块。这个东西我卖都没得几个，值得2000我卖嘞，值得2000卖，值得2000三千都没卖啊！这我就不知道，你可能就是5000，你不卖也不，你这么大个老板也不在乎这点钱吗？啊，你又不知道卖价，那你看看你这个你是给你加200块钱，1800块钱，1000块钱加着，我也是诚心买的，你的这个要诚心卖才行，不诚心卖的话我们也谈不成，对不对？这个专家值怎么样？你们这么大个老板也不是这个一点点小钱看不上了，可能啊，你现在啥结果都没买，这个东西你说的剩下啥结果我也没看到的，这个不知道的，反正是我们买了就买了，好吧，我把钱送给你啊。好好好，你收一下。好好好，行，好吧，那我们就买了，走了啊！好好好。